好的们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线，哇，拉到那边上去了啊，应该是中货了。我们收上来看一下，昨天放了10个钩子，收到这边的时候，就感觉这个线特别的急。哇，好大的拉力啊！钓甲鱼最主要的就是采用新鲜的猪肝，有树有草有转弯的地方也要下，10来米3根钩子，傍晚放，早上收。哇，上货上货上货，3个大甲鱼。